在第一夜顶，我着市长九月二十六号伫个新丰高中，真认真来听着面头前这位少年家有着大提琴，那是无讲的话，大家可能唔知影。伊是一位得着癌症，无想到命运曲折的抗癌勇士。伊就是现主席伫个中国医药大学读册的台南子弟杨承翰。我相信承翰的故事从自来开始到现在，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他所为生命所坚持的、努力的，对抗病魔、坚持生命，的这个精神，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感激他对这个生命的热爱。我相信一定是成为全台南市的一个模范。所以我要称承翰是台南之光，也是台湾之光。我着当时嘛，甲人讲，像承翰这种对抗病魔、热爱生命的故事，爱予更加侪台南人知影。那也代表台南市188万市民来跟承翰，还有他的家庭、家人，表示最高的敬意跟谢意。谢谢他们热爱生命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启发，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感动。我相信一定要让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好，那让更多的市民朋友们知道，追求热爱生命，以及追求我们社会公益，是非常非常让人感佩的事情。我就需要也含着周大光基金会创办人周振华同齐来颁发抗癌预防奖学金给陈汉，因为今仔日也拄啊好是吴伟德的生日，明仔是杨承翰生日，所以新丰高中特别准备了两粒鸡卵糕来为因庆祝。好，可以啊，好，谢谢。我们第一个愿望希望承翰还有许许多的抗癌天使都能够抗癌成功，能够活出生命最感人的篇章。第二个当然是希望说我们国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市民朋友们都健康快乐，那我们防疫工作能做好，第三个愿望就是家人的，谢谢。刚好明天是9月27号，也是我移植完的第二年，然后今天也很荣幸来到这边，然后接受颁奖，那也是祝福大家都能平安顺心，身体健康，健康就是最好的财富。谢谢大家。来，承翰正不正？正。周大光基金会正不正？正。